奥特曼，你快看呀，你家小奥特曼把我家葫芦娃都打受伤了，你赶快让他出来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葫芦娃爷爷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叫他们出来，小奥特曼们都赶快出来。爸爸，我来了。爸爸，我也来了。爸爸，还有我呢。爸爸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呀？小奥特曼，快说，是谁打伤的葫芦娃？爸爸，不是我打的。爸爸，也不是我打的。爸爸，更不是我打的。爸爸，我也没有打。好呀，都不承认是吧？奥特曼，你赶快让他们变身，我就知道是谁打的了。小奥特曼们都别练功了，赶快变身，让葫芦娃爷爷看看。好的，我先来变身 ，biu。我也来变身 ，biu。还有我呢，变身喽 ，biu。我肚子疼，不想变身。哼，不想变身肯定有问题，我怀疑就是你打伤的葫芦娃。不是我，你搞错了。小奥特曼，你说不是你，那你赶快变身让葫芦娃爷爷看看。那好吧 ，biu。爷爷，就是这个蓝色的小奥特曼打伤的我。对对对，就是他打伤的葫芦娃。好呀，小奥特曼，等会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哼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。